好爽！全残，三关。哎，买上，用的呀，买上 ，pick up， 买上，惜败。他整睡啦，今天永德啊没有办法开麦了，他说他整睡了，所以今天直播会孤单一点。怎么说？胜兔兔他怎么样？他玩卢锡安啊？所以真是有点戳啊，但我们想要选个 AP 角啊，龙女吧，做龙女了吧。空空也，喂刚要挂掉。喂，你好，我操你妈！你再打一次试试看，去你妈的！我明天要去报警了，半夜12:30，打电话接起来就挂掉，这是骚扰吧？有些人活着，他的生命就无聊到，就是我闹你一下我就爽，真的，这是他生活唯一的成就感的人。我丁特，我靠，你我强，你我昂啊！哎，不知道被我吵。前天才有个屁孩打来，然后他没有马上挂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喂，抱歉，拍谁看不见？他明明就是个屁孩，还要假装用那个南部人的口音，他一听就是北部屁孩，然后装南部人的口音，来、欸、拍谁看不见？我直接喷他一顿，我说去你妈，你家死人是不是？妈整天没事打来骚扰我，你再打一次我他妈报警，听清楚没有？有没有听清楚？哦，好，挂掉。”教育，真的，我直接教那个畜生做人。那个人搞不好现在来看直播啊！你有种，他妈现在马上再打一通来，让我去报案。废物，真的是废物。你们干嘛一直讨论他到底怎么有我电话的？这有什么意义？啊，直接把他叫到警局问不就知道了？这样不是最快？啊，那不是奖金，讨论这干嘛？像中文师那个废物不敢再打来了，他不敢，真的，说实话，他打一通而已，我去报案，这也是我的权利。但是他只打一通而已，搞不好是按错一号，我这样去报案好像有点啊，浪费司法资源，就真的很无聊。你拿我的电话到时候干嘛？你打来我不会跟你聊天，我没有要跟你交朋友，干嘛？你以为干三不五时打个几通啊，我就会跟你聊天，跟你交朋友？真的，我呼吁，我这边呼吁，聊天室所有有我电话的人，马上来，你马上打过来骚扰我一通。真的，我全部记起来，一起报案。我现在电话簿里面好几只电话，骚扰一、骚扰二、骚扰三，我一只一只都在做统计啊。只要那个骚扰一、骚扰骚扰三哦，那个你连打两通，我就直接统计起来，全部一起报案。真的，多告几个，搞不好我不用开单了。真的、啊，多告几个，搞不好我不用开单了。哇吼，舒服！再吃先锋利，好，我来干、啊，嘿，好爽，好打一顿。发财喽，布隆，干嘛？布隆想干嘛？裂开！你闪夹了，我操！我的心来了，我操！别搞！解 Q！ 去你妈！原地一死他，结束。
不知道我想问啊，有人是什么警察站啊，还是什么法务专家啊？因为这种小事，我真的不想去麻烦律师啊。就有人半夜每次打电话给我，啊接起来马上挂掉，这种我可以怎么处理？我可以报案吧？这如果这都不是骚扰，那什么才是骚扰？完事，这个诚如各位所见，我们这边是专业的啊，这个。 技术直播打野直播台，我们并不是来卖艺的，不是无价。唱不唱？哎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我除了打 LOL 以外啊，第二的兴趣其实就是唱歌了。像这种事，那个废物不敢再打来了。警局见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知道我为什么，我非得三不死就是跑警局，真的我不懂为什么。 但我如果不跑，我就是放任这群畜生一直骚扰我，目无法纪，台湾就没有法治可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警局见，警局见，你就看我抓不抓到你，哎，你就看我抓不抓到你，更你傻笑，哭啊，西门。 很疗愈，很疗愈，很疗愈，别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拿，别拿，别拿！哇！哥哥你好，我是律师，下次免费请你去和我一起唱《沙漠》。不行啊，那个有版权啊，不是有时候不是我不唱 ，YouTube 版权抓很严啊，那些很红的歌，我一唱那个配伴奏一下来就没了。 我直播就变红色了，谢谢黄律师。等下，所以我到底你先回答我正事啊！他这样三更半夜连续打来骚扰我，我可以告他吗？我可以报案吗？黄律师，拜托了。哎，在偷吃，我不管，我现在看了。是哎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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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爽！ 好爽，全残，全残，杀光！哎<笑>、欸，买上，买上，用的呀，买上 ，pick up， 买上，西贝，用的呀！<笑>我儿子，我明抢来的儿子没了。认真说无号码，无声电话要接起来，超过三秒电信公司才接得到。完了。 完了，应该是在钓鱼吧？谢谢黄律，谢谢黄律，我操，为了帮我揪出这个骚扰犯人，这么积极的钓鱼，谢谢黄律师。对，黄成祥律师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大家有什么疑问啊，可以找他，哎，找他咨询一下。落地1分2。嗯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他好像要嘲讽了。 咦，恶心！别开，不，别咬我，兄弟，兄弟你别咬我，拿龙，妈妈呗，舒服，魔穿帮，轰烂你，贝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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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。 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哭是不是啊？你看厉害，哎，哈哈，走到火葬被打死，嘿嘿嘿嘿嘿，我飞了，爽哦，哈哈，死光，不需要玩。 嗯，还碰到人，还断血了，裂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死光，哈哈哈哈哈，巨暴击，我们就给他华丽的一击，厉害，才有办法找到所有人，但强制罪，没杀人。
不是球场啊，方略，方略，你别，你让我们睡觉，真的吗？你讲的是真的吗？我有点无法接受。那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，对，刚刚打两通给我的那位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一时情绪控管不佳，对，对你有一些言辞上的侮辱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平常比较浅眠。 对，然后半夜有时候也在工作，对，比较不能被打扰，对，希望你，好不好？对，给我一个安宁的空间，好不好？不要每次就打来，就你真的无聊，你可以来直播找我聊天，好不好？<笑>对你，<笑>连渣两个没有，对对，就是你平时没事干嘛，来直播聊聊天嘛，交个朋友。我没有跟你交朋友。 对啊，你不要一直打电话。对，认定达到具有强制力。好，我懂了。谢谢黄律师告诉我们，这个只要有人家的电话就可以随便打去闹，只要不要闹太多都不会有事。我操，现在法律是在保护坏人，我有点难以接受，真的，有点无法接受。 罗凯尼啊，虐菜虐起来，他射人射的好快乐，我操，他射的好快乐啊，操！等一下，我装一下 Huskov 有用吗 ？Huskov 能挡掉吗？能挡掉这群孤儿的电话骚扰吗？